今天是3月16号啊，我们在北京 SKP， 在这日子口还敢出来做活动，都是够拼的。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行李啊。今天说点腕表消息，我们来看看泰格豪雅今年的新款都有些什么东西，顺便做一些点评。现在比较火爆的爆款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啊，就是码表。这码表呢，据说都是为赛车而生的。这款呢就是泰格豪雅的码表，这个叫 Ottavia。从它的名字你就知道，它不光是为赛车而生，而且还是为了航空而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名字 Ottavia。本身就是由两个词组成的，一个 auto， 一个 aviation。 auto 呢就是赛车，这个 aviation 呢就是航空。所以你看这款码表既是为赛车也是为航空而生的。这款表相当于泰格豪雅品牌160周年的时候呢推出的一款 Ottavia 新款。这个外观是当今比较流行的熊猫盘啊，然后它的机芯呢也特别牛。我们知道计时码表实现自动上弦功能呢，在业界等了100年啊，在100年之间呢，很多无数的厂商前赴后继啊，最后终于让真力时胜出了。但是呢，泰格豪雅也没有自甘落后，他也自己推出了自己的自产机芯，这里面装的就是他的 Caliber 02自动上弦机芯，带助轮的。泰格豪雅今年新款的 Ottavia 熊猫就先介绍到这里。劳力士由保罗纽曼迪图拿，泰格豪雅有史蒂夫麦昆的摩纳哥，那么今年新款的摩纳哥是什么样呢？因为答应品牌了，我们只能30号以后发布这款表的内容，反正没几天了，下期见。欢迎大家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再见。